麦浚龙杀人弃尸，如果你多事，条靓仔翻唔到出嚟。苍井空为爱复仇。12月2日，复仇者之死。苍井空，半年前单嘢记唔记得？麦浚龙，你点解唔讲？陈杰，开枪！一部比告白更具争议性的话题电影，12月2日，复仇者之死。